六个脚就。哎，这个你莫求。哪子嘞？老一辈说的，吃了猪脚叉烧容易把对象出脱。我来切，我不怕。一只胖黑白呀嘛八只脚，嘿，两个大脚夹，嘿，六个小脚脚呀，夹呀夹得紧噻，扯也扯不脱。带我们下河了哈，带胖黑了。小螃蟹，你看那里有个螃蟹，看。哎呦，有条鱼哎！对，快拿走。是不黄辣椒？哎，吓我一跳，那个螃蟹壳壳。天哪，夹了我几下没把我夹到。啊啊！天哪，又夹我手。还记得小时候去搬螃蟹，拽到河沟头去了，还挨了好多的打。哦，你快点来看，我带了根干黄鳝回来。是不是？我看看。你看。哦呀。哎呦！你干黄鳝还有夹的啊？哎呦！你把我吓一跳，快点！夹到没得？没事的，稍微。还好哈，他还敢夹你，等我就把他给你炖了哈。要得，多放点海椒哦。好。不要怕，都给你们洗个澡澡哈，乖点儿。哦哟，刷不干净了，这个骨头湿黑得很。就哪里去了呢？你去挖了煤炭了呀？哦哟，啷子大太阳的还在打雷？两个大夹夹，嘿，六个小脚脚。这个就是晒哈，我们不得要把它弄来洗了。这个东西好吃好吃哈，就是好难得打针哦。我们把料码姐去下腥味，葱、姜、料酒。再把它烤一下，把焯了水的蹄子盖下倒哈。码好的螃蟹，我们给它泡下油锅。你脚干没洗干净啊？这脚干洗干净了嘞。那晒了个黑的了。炒好的螃蟹，把它舀起来备用。现在我们就把蹄子放下锅里面去炖去，再把螃蟹放进去，放入大葱、老姜，再把它锅盖扛起，慢火细炖。再放点猫猫盐，哇，这个汤好鲜美的感觉哈、哇，好安逸啊！外面怕吃不到哦哈，那种。是哦，外面一般是买不到这种汤的哦。来，吃完了，吃完了。你喝看好不好喝？也没喝水，鲜不鲜？可以。那个螃蟹好不好吃？你尝看嘛。我给你挑一个。好。这个是鲜。好吃哈。来吃个蹄子。我吃啥了？嗯。
好好吃。怕了个？这里有个舅舅。哎，这个你没吃。哪子呢？老一辈说的，吃了猪肉叉烧容易把对象出脱。我来切，我不怕。这里还有个，你慢慢的吃。啊。主要它是那个。你站起来吃更香点，站起来吃吃的更多些。